肉面，我现在是不能吃的。因为什么？它还没吸进去那个汤。不，因为让我会吃太饱。因为没问题，没错。因为刚刚就已经，你刚刚不就已经吃不下了吗？所以你才要五战三胜。我已经慢慢的控制，就是要食物的马拉松比赛，所以我要配速很重要。哎。谢谢美食家。好，等一下的话，宪哥会品尝一道在地的美食，然后吃完之后呢，他会说出三句的形容，形容完之后呢，你们就去买，买回来，先买回来，正确的就获胜。一对一 PK 啊！一对一 PK。嘉威嘉欢，你们两个两姐妹小时候会吵架吗？会，不会？她会打我，她会骂我。哎呀，好，赶快准备了啊！第一道，提示一，一角、两角、三角形，到了。啊！一角、两角、三角形。提示二。提示二是吃给大家看。看表情，看表情。你可以讲了吗？他给你看到一点点东西。好像是那个。不讲，不能讲，不能讲，队员不能讲。还看到食物，提示二完了，提示三要来了，早餐比较常吃。好，先去了，先去了。三角形。可能是面包，早餐比较常吃。我在想是面包，我在想是面包类的东西，三角形应该是开压面包。不能跑，不能跑。好。三度的地板高，那落地板高十度。不干，再要撸，再要撸，不，赶紧再要撸 ，Thank you 啊！我要打算，再要打发要把卡不磨嘞，落地，再要再落地，别弄把卡，再弄把卡，这个很合理，别弄把卡，再弄把卡，再要落地，再要把车 OK。OK， 好不好？好，两位，这一道提示准备来了。提示一，那是家乡，那是家乡，不要讲了。提示二，纸是包不住火的。好。不确定，危险。去啊，赶快去啊！我不要，不要，不要。第三个看看，不要。对，反正你还没动。他还没有想法。对，他动我就动。跑哦。不可以去那边看。看我，厉害！不要讲，不要讲，太久了。一个东西掉下来。可能是比较缺啊。缺。而给只给一半。好了，先看第七次哦。好了吗？好了。去看一下，去看图片。宪哥的第一个提示跟第二个达到了。我原本因为我猜说他说 Rasa Sayang 应该就是嘎亚的意思，可是嘎亚死就保不住火，就有点就是完全冲突，所以我现在找灵感。你会讲中文吗？华或华语？有没有什么食物？马来西亚的食物是用纸包起来的。这里吧。那有没有什么想法是有纸包起来的食物？很有名的马来西亚的食物。这里没有。没有包起来的。没有包起来的。马来蛋也有。哈？马来蛋也有包起来的。那哪里？对面的有啊，马来蛋。对，那什么是什么东西？
鸡饭啊。鸡好。那个关键拿西罗马。拿西罗马是什么？是咖喱饭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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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拿西拉曼。拿西拉曼。是。是有跟纸有关的东西吗？对，然后只给一半，什么东西只给一半啊？没关系，我再找一下，谢谢。啊，是这个吗？会是他吗？不可能吧，马来西亚的重点应该不是这个吧？不是，因为是包，面包下面跟纸包着的。在哪里？在下面，下面有，那边。你说对面哦？啊，这边，这边，下面。大哥，我问你，拿西拉曼是用纸包起来的吗？有没有什么纸包起来的食物？马来西亚的食物？有的。是什么？什么什么？拿西拉曼就是椰浆饭。然后是有用纸包起来吗？对，用纸包起来。然后在哪里有卖？看看有没有开地店。多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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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多。拿西拉曼。好的，啊，拜拜，拜拜，给我一个大包。哎，还是咖椰包，咖椰包，咖椰包 ，sorry， 咖椰包一个。对。刚有人买吗？刚有人买。给我穿类似衣服的。只是包不住火，只给一半。你什么东西是切一半，切一半？就是一颗，然后你会切一半这样。好了好了，我拼了，就煮肠粉吧。我猜，完全用猜的，完全是用猜的，对。One, two, three. Okay, enough, enough. One. 他要给我摆盘。给你们吃嘛。啊，慢些嘛，咕咕咕，不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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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快快快快。Yes, thank you.谢谢。嗨。这是什么？我觉得对。哎呦！这一定是宪哥想吃的。那不是，那个也是我想吃的。猪肠粉，而且这个粉，这个太重要了。对啊。刚刚有说，刚都没有讲到这些东西耶。没有。宪哥，这个我想吃一个。你先讲这个。好好吃哦。还有那油葱酥，对对对，热了。对，这个就是那个我发了什么纸包不住火，所以我就从纸那边去找。这是他们的那个很当地的椰浆饭。你太直白了，恭喜猪肠粉。对，是我们的，对。那是这个。他说这个要把它拌在一起，然后加秧就是那个椰浆的意思。哦，可能是比较缺了，所以他只给一半。2-0。没事没事，稳住稳住。人家已经听跑了，楚楚。有，可以。再输就再见了。筷子就是一个提示。对，我不讲。就是第三个吗？有第二个，第二个。哦，第二个。先跟目前讲了两个提示。看到了，好明显，你有看到吗？快去，快去，快去！你有看到吗？第三个提示啊！我想买那个龟阿屌，有龟阿屌吗？干的龟阿屌，炒龟阿屌，不是炒的，这样子的。这个龟屌干的，这个没有，我炒的。好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谢谢哦，阿邦，阿邦，阿邦 ，call me，call me， 啊。我你吃饱食嘅啦，麦干先，麦干先。刚我都看不到他嘴巴的那一个是什么。OK， nanti I ambil balik, I makan kat depan. OK. Thank you. 好。买得这么快，买得这么有信心，搞不好就是错的一个，够力了。Hello， 有炒龟啊屌吗？炒粿条，粿条没有。好，哪里有卖 ？Where can buy？ 那边有没？那边。那边。好，谢谢。有你。炒粿条，炒粿条。炒粿条，炒粿条。Hurry up， hurry up， hurry up。我都买回来了啦，错了也没办法了啦。
但看起来蛮好吃。这个面我现在是不能吃的，因为什么？它还没吸进去那个汤。不，因为让我会吃太饱。因为没问题，没错，因为刚刚就已经，你刚刚不是已经吃不下了吗？所以你才五战三胜。我已经慢慢的控制，就是要食物的马拉松比赛，所以我要配速很重要。哦，面吸的那个汤很好吃，你可以吃一根。所以本人坚持一定要五战三胜。好了，有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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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，Thank you， 来了。哎、欸，你回来了，回来了。哦，不要情绪，不要情绪，不要情绪哦。已经在吃了。五战三胜，如果黑队再赢了的话，结束。哇！炒粿条。好强！好，2-1，各位，黑队目前还是金牌，下一仗 go。他真的吃饱，他吃饱，他吃饱，他要整个都用吃，有点饱困了。讲真，饱困。我用一个形容词，第一个提示，浪里白条。白条是什么？哦，白条是什么？第二个提示，回教同胞不能吃。哦，我知道，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。不紧张，对黑队，哎，我这个提示，我也不懂。对黑队太有利了。对啊，那个 H 怎么说呢 ？H 有去过台湾吗？不行，还没有机会去过。那你换一个。花莲还蛮有名的这个。他不知道花莲是什么。嗯。好，两个提示，有答案就赶快去。你有啊？我。我有方向，但我不知道是什么。那就去呀。好，第三个提示，听完第三个提示，来到这个地方叫做云顶，粒粒皆清楚，浪里白条。来到云顶一定要吃的，吃的时候不一定要咬。Go！ 嗯，我们两个可以去散步一下。你们不是朋友。浪里，什么浪里白条？浪里。哎呦，他们两个的节奏真的是哦。他们不要再比赛。我坐一下。云顶一定要吃的。我真的没有哎。我看见了。哎，给我来一个云吞面吗？啊，对。OK。哎，等一下，小心一点啊。啊，什么都不要，就云吞嘛，云吞面。云吞面只是云吞。啊，好的。OK。你买什么？啊，没有啦，我就看一下。其实我还不确定。你觉得呢？这两个我想跟你买一样。我们肯定是不一样的，这么高。你现在想的是什么？哎，这边有鸟哎。哇塞！你有什么头绪吗？我现在在想，啊，他点什么？他点，我没有点，我没有点，没有，我不会跟他点一样的啦，我真的没点。那我要老鼠粉。你要放什么？你要放你给他煮的？都要。都要。嗯，好的。你是有信心的吗？有。那你怎么决定这么快？我没有，完全没有信心。来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云吞汤。我希望我可以对哈。谢谢。你是错的啦。浪里，浪啊，像海浪啊。是在海里的食物。黄队归位。啊！对吧？2-2。哇！你刚才就有了，你隔壁摊就是了，啊，隔壁就是了，隔壁摊就有了。我确认一下，我确认一下啊！喂，正在玩啊，大长腿，赶快！我觉得我已经错了啦，
先盖起来，大碗。哇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铁板猪柳，老鼠粉。铁板猪柳，老鼠粉，老鼠粉，超好吃的，我要放老鼠粉。这个很好吃哦。云吞就是一个湿的，一个到云顶一定要吃，而且不一定用咬的，用吞的也可以。云吞。在花莲。浪里白条，浪里就代表汤嘛。白条，我说跟条无关，我也是跟鱼有关的。下面你就决战一题，哇！然后这一题，五个队员想好了就可以一起去了。好，决战一题，所以这个很难提示，很难提示，好不好？就在这一边，我所有的动作你们都是要看清楚的。OK。开始了吗？开始了吗？准备。刚刚那个算吗？对啊，这刚刚算吗？刚刚有吗？那个刚刚有算吗？记录题还有算吗？刚这有吗？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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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曾经沧海难为水。菜香菜的那个是什么？一般的，一般菜。是韭菜？韭菜吗？不是，韭菜吗？不是韭菜，面条是面条。先看完，先看他还没，他还没走，他还没走。我们先看完提示。面条是很淡的。最后一个提示。先看完，先看我们再讨论。最后一个提示。怎么样？好的。等一下，我们早餐小店有黄色的，在哪里？下面在哪里？在哪里？在哪里？在哪里啊？哎，刚不是有人买过吗？该是错还是对的？下面，下面，谁买的？刚刚谁买的？没有，直接去找。一开始第一个。下面在哪里？在哪里？谁买错的？谁买错？下面是谁买的？不是我买的，我们就看小玉。玉喜玉啊啊！小玉买的，小玉买的，在那边，在那边。曾经出去过。对啊。那边哪里有蛋？哦，但因为我曾经沧海难为水，有曾经出现过。哦，这边点，对呀，刚刚我这边点，我不点。微光，阿邦啊 ，promise， 发射，发射，快点，发射，再来一个。懂吗？不累啦。没有，这边有，这边有，没开，没有开，只有那间有。对，没有。刚刚我们输在我们一开始没有买到虾面，我们不知道虾面在哪。对，没有，因为小玉买过啊，所以他有认得那个碗，可以走。对，我觉得我们对了。我们家用曾经沧海难为水，然后吃的时候有这个青菜掉出来，然后有蛋，有那个青菜。没有你预期的 tempo， 一碗虾面，一碗虾面，那过来给你啊，蜜五两，你要不要补一下？白菜里面。我不知道，因为咖喱面跟虾面就是一线之差。反正他每次都是买虾面啊。他们都赢了。对啊，买好，来买。好，快！要不要？等一下。可以啊。反正我们不会。咖喱，咖喱。放下。刚才买过一次都知道是12块。没错，所以你买错是有意义的。对，我们就会知道那个在哪里。不要一直在模仿虾子。啊，他刚才模仿虾子啊！对啊，对啊，这是什么？我们后来买咖喱面，因为买我如果买虾面，我们就输了。输啦，一样。买咖喱面，我想让你多喝一个，一样的菜，没事啊，没事啊，是不是撑到最后面的？对啊，我们本来2-0的。讨论一下，曾经沧海难为水，代表它是什么？难为水，用水一定要煮过才会变汤。汤对，曾经代表这件事情刚刚有发生过。对。对不对？恭喜黑队获胜！来，